你知不知道九阴大人去了哪儿，在做什么？九阴大人去了他的宿命之地，那能够诛杀国师的青银石，他现在极度危险，随时都有可能。他不敢告诉你，因为这些都是为了你啊，你还不明白吗？ 什么宿命之地？他在哪儿？我不能告诉你，反正九渊去了那九。告诉我他在哪儿！九渊，这万年苦寒之地，浩瀚无际，这儿能有火山吗？啊！要我说，这火山一定被法术封存在这冰层之下。你不觉得咱们越走越热了吗？是啊，奇了怪了，之前在冰河镇。 寒冷无比，怎么反而越往里走越热？怎么样？你说，这青银石到底长在什么邪门歪道的地儿啊？梅山，此事本与你无关，要不你就别往前走了。哎，我没事，我歇会儿就行。九渊，我给你看点我压箱底的宝贝。这个金乌族专治灼烧溃烂，你服用之后马上见效。还有，这个更绝，寒天麒麟甲，你解下之后穿上它，就是在三昧真火里边怎么滚怎么弄，都烧不坏。哎，还有这个更绝。 血锦丹，你吃下它，它可以延续你7日的寿命。只要你神识还在，就不会跪行。哎，还有，这个更绝。哎，这个哎，雷神，啊，你别管我的事儿啊。此地可熟悉吗？ 灯灯心，九渊。